武当山又名太和山，是中国道教和武当武术的发源地。在这里，美如仙境的自然景观与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交织如画，融为一体，天人相应，古今辉映，素有举世无双胜景、天下第一仙山之美誉。武当山以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文化氛围，成为我国道教文化的发祥地，成为明朝皇室家庙，为道教历代祖师清修炼丹之道场。武当道教文化及其禅变的历史，孕育了以道教内丹术的宗旨为基础的武当道家养生宫。据文字记载，武当道家养生宫乃宋元之际高真圣道张三丰始创，他常隐于深山道门，研磨太极阴阳之奥运，静观龟鹤之动态，看其长寿之源。在此后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无数高真圣道、大丹道家、与世仙客在武当山参悟修身，形成了太乙、天罡、清虚、自然、龙门、白锦等门派。武当道家养生宫的理论基础、修炼要领、套路组合、名称安排，莫不自成体系。道家主张清静无为、不争退让、养生全行，在权力上则吸收了东方古典哲学中的太极、阴阳、五行、八卦等运行变化，相生相克之原理，讲究虚实互用、阴阳构合、内修养性。武当道家养生宫按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全真之理，通过一手汇聚融润周身，内养外调，达到性命双修，强身健体，通筋活络，涤励意志，陶冶性情，延年益寿，养精去病之目的。对治疗关节痛、炎症、高血压、眩晕症、消化不良、胃病、心脏病等疾病皆有特殊功用。由于武当道家养生宫历来只在武当道内高层秘传，古世人知之甚少。本功法讲授者游玄德先生，系武当山太和宫主持，武当道教三峰武馆总教练。他自幼随父习武，并研习老庄学说、普梦之道。反依武当后，先后拜武当南宗松溪派正宗传人王威慎、武当道总王通胜、百发仙长吕明道等十余位高道宗师，习练内家丹功全健、经典礼仪等。他兼收并蓄，领略并吸收了武当道教养生宫之精髓，逐渐成为武当山内家拳的掌门人。他曾到日本、东南亚、台湾等地讲学，被海内外气功界、武术界誉为一代道学大师。本篇推出的是玄德道长长期修炼研磨武当养生宫的精华，其中部分功法为首次展示，具有相当珍贵的研究、学用、推广价值。培元宝春功又称净功，是武当道家高层秘传功法，也是武当道家养生功之精髓。整套功法由几大庄功组合而成，运用太极、五行、八卦、阴阳之法则，得玄牝之窍而炼精化气、炼气化神，而武气朝元，取坎填离，还精补脑，
而炼气还虚，复归无极。修炼此功，对防治衰老、阴虚、肾虚、精气不足等沉疾具有十分神奇的效果。接下来是配元凿春功法，它将由以自然为核心，以阴阳为法则，将由中气调和。一个人的生命力要靠中气、元气和真气来维持。那么怎么来训练？我们功法来表现它。首先看脚，这个脚啊，放的位置。不是啊，一般人讲究啊，说开三步、四步，而是以自己啊适中为好，大小适中再加好。那么两脚啊，立正达到平衡，力量平衡以后啊，保持重心平稳，那么中气和意念才能够收回。在这个基础上，这个腰、胯和膝要逐步的放松，像膝盖松，胯松。最后这个感觉啊，要像这个沐浴一样，水啊从头上面慢慢灌穿。那么素了，随着这个身体的下沉开始循环，这个名字叫做阴气归元，向前转一个、两次、三次。那么这个三次啊，要求要松到位，放松一定到位，松到自己啊不能松为止。这个不松啊，一个标准就必须身体啊不能够前俯后仰，左右歪斜，保持立法中正。立法中正，这里身体啊要直要正。在正的基础上，加深呼吸的这个调节，把气引入丹田。这是这个功法这个特点。我们再看。同时神态要自然，不可紧张，使人感到啊像回归大自然一样，非常的飘逸。弄完了以后啊，开始捧气。那么
通气板钉啊，这个有一个过程，要逐步的放松，放松了以后啊，收心要翻上来，有妥填之势，逐步上颌，上颌以后在头部略停。那么这个停止过程啊，一定要体现一个特点，这头上也有感觉，这个感觉啊，或者是有云雾状的感觉，或者是有热的感觉，或者有麻的感觉。那么这几种感觉证明你的意念和你的气和你的精神能够融为一体，而贯彻到你的体内，达到强身却病延年益寿之功效。没有感觉也要多站一会儿，这个时间稍微长一点了。那么有感觉以后啊，逐步随着这个呼吸下降，这个要慢，这个中指啊要相对下沉到这个腹部，肚脐一下，肚脐一下丹田部位开始旋转，旋转以后啊，身体再放松，两个手掌立正放平，放胯部，这是无极式的形成。形成以后还有一个调剂意识思维导引的一个过程，那个手啊慢慢起来，两手放平行。那么这个过程是训练你的带脉，中医理论呢，把这个七经八脉作为人体器训练调节的一个过程，用带脉之气循环于手指，在十全穴循环完了以后啊，逐步的开始收回，收回一会儿分开，那么再起来要连续三次，连续三次。三次完了以后，再起身，收，下沉。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啊，可以闭目养神，有意念开始内视。这个内视啊，有个过程，就感觉自己啊，这个田目，也叫田眼吧，这个位置，开始向内部啊，身体内部开始观察，有意念啊来调节它，看看这个身体内部啊，内部的七经八脉气血是如何来循环。再看一看自己大脑这个泥丸宫是什么状态。刚开始看不到，没有关系，用意识，用这个潜在的意识，这个思维来慢慢的去感应它。这个时候可以闭目，那么这个时间要多长时间，根据每个人的训练程度，一般来说不要少于10分钟，正常的功法训练要在半个小时以上才有功效。那么它达到的效果可以通三关开九窍，比如说一个人身体啊就健康起来，需要气色啊要红润，卧气叫做鹤发童颜，那是证明你的内气啊比较充足，精神呢非常饱满，那么由此啊达到一个健身养神这个效果。那么这个经过半个小时的训练以后，开始收功，自己感觉啊始终的时候开始收功，收下来合抱，那么这个收功过程中啊，要把这个中气汇聚于丹田，至这个丹田部位，那么同时这个功法还有要求，两个肩一定要下沉，沉肩，两个肘一定要坠，不可飞肘。同时舌，这个舌要舌尖要顶住上颚。那么口里边有口水的话，这叫过去啊叫玉液还丹啊，就把它口水要分三次，这个咽到这个腹部丹田部位，可以做个示范。这个呼吸啊一个过程，可以从侧面看到，这一次，两。
三次，要有这么三次的过程，那么这个功法就算可以收工了。这是第一个属于无极桩功法。之气啊，是我们道家这个功法一个主体。那么混元之气，它会起到两个作用，一个是在养生之道啊，这种混元之气是必消不备。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实战技击上，它有一定的特殊的功效，增加这个法放能力。那么在脚下跟上一个桩法相同，这个要保持自然。那么有些人可能太小了，重心不稳，内气不能够下沉。有些人说脚步太大以后啊，是这个重心力点啊加重，也不会啊，是这个意念啊能够收回，都有些障碍。如何来达到正确的这个做法，就是自己啊走一走路，走路以后啊感觉非常适中，非常轻松，也非常安逸。在这个状态下开始做，慢慢松下来。那么这个松的过程中，这个有三个这个抱丹田动作。所谓混元之气啊，要把混元之气能够收回丹田，这个也增加意念，由意念来导引它。经过三次，以后开始下降，起伏，下去，然后上报。上报以后呀，有个调节，这个桩功啊，尤其混元桩，它重点体现在感觉上。那么内家的功夫啊，道家功夫体现在两个手啊要有阴阳相搓的这个感觉。这个中指，这个食指可以对开拉长，在拉长基础上加深感应，一直到这个手啊有一种像触电一样热麻，有一种这个电的一个传感作用。有这种感觉以后啊，开始闭目，或者是两目平视，向前平视，松神。那么这个功法啊，可以起到一种比较好的作用，
比如对这个神经衰弱，或者是说这个偏头疼啊，心脏病啊，或者是肾脏啊，肾炎或者肾结石都有良好的这个治疗作用。因为它通过混元之气的训练，使整个身体啊发生生理上的结构上的变化，达到最好的这个阴阳调节的作用。那么通过这个一段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那么30分钟以后啊，开始慢慢的收工，把气啊沉入丹田，然后啊这个气要随着这个意念下沉，一直到脚底，入地3尺。那么这个动作啊，这个意念感应比较快，可以做一次。如果感应比较慢，没有更明显的感应，可以做3次。起来，也可以把借助捧起感应的动作。然后内气贯穿，落入这个海底啊涌泉穴，然后入地3尺。那么这个功法，这个基本的要领啊，是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的。道教里边很多道人在修炼，他提倡一个观点叫做抱怨受益。那么一次啊为指导思想，来增加修炼的意识。那么这个修炼以收以抱为主，那么两个收啊要像一口钟一样有合抱之力，然后在此基础上面，两个收可以慢慢的向上托起。这个时候啊要吸气，托起以后啊开始向两边分开，像这两个手啊像托着一个日月一样，那么左手为阳，右手为阴，那么应该说左手托的是太阳，那么右手啊托的是太阴，向前旋转，旋转到形成一个圆，有我们的五脊之象啊来体现这个功法的内气循环过程，然后再向两边分开，抱于丹田，完成我们抱怨受益的这个过程，然后同时开始下降，这个一定要静默，也是半个小时，那么30分钟时间。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身体啊要逐步啊用意念从头到肩到这个胸到胯膝盖脚开始放松，逐步放松达到静。那么这个静的过程就是收怨的意思，收住的元气汇集的地方，这就是丹田，完成我们这个抱怨受益怎么意识意境。
在通过30分钟的这个训练以后，开始逐步收功，收功开始提气，提到胸口这个九尾穴，翻掌，开始沉气，沉着丹田，肚脐眼下边一寸三分，稍停，再提气，再沉气，这个要连续做3次，作为收功动作。然后两手分开，下垂，完成整个垫弓的过程。大字桩啊，体现了一个特点，那就是说通过食指的调运来调节五脏。那么过去有很多人呢，这个民间传说，食指连心。那么在中医这个经络学上，每一个指啊都关于脏。一个人身体健康也靠调节来完成这个过程。那么同时啊，它可以开发智力，那么心灵手巧啊，这个非常辩证，用道家的思想非常辩证。那么就是说收灵，那么心也会窍，大脑可以开化悟性，增强智力。那么这个做法起了，这个分开的过程啊，要逐步的推开，也像两次啊贯穿，这个力量叫做同臂劲儿。在意念上要求啊，这个气中气啊从丹田开始引发，通过前几个桩的训练把气汇聚以后啊开始引发，通过膻中穴，然后逐步到肩颈穴，到曲池，到合谷，到劳宫，然后到十全穴，再形成这个过程。这个可以连续做5次或者是9次，根据每个人的练功程度来确定。聊了以后啊，你感觉非常舒服，而且感觉这个气血啊好像有畅通之感，有这种感觉。完了以后啊，稍微停顿，两手放平呀。放平以后啊，这个手心劳宫穴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比如说有一种这个像水啊从手心里面慢慢辐射出来，这是一种感觉。还有一种是从手心里面啊开始发热，导致啊手上有一种汗气，那么这个汗气是带有一种水分，也是好事好现象。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可以翻掌，掌翻过来，这个叫做阴阳调和。那么手心向下为阴，手心向上为阳。那么我们一个正常修炼之人，尤其是我们一个作为一个道人来修炼，作为丹师修炼，他讲究纯阳之气的训练，要把太阳之光气收到自己的体内，然后通过体内的运行达到四肢来调养身体，达到修真一连性。那么这个过程完成以后，经过30分钟的训练，那么如果时间长能坚持的话，因为这个不费力气，可以
以坚持到一个小时或者是两个小时，在收工的时候两手往回搓，平驼回来，把气一入丹田，同时两手分开，恢复自然状态。手端庄属于八卦功的一个系列，它是通过阳气练气，最后达到运用。如何运用，都是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调节，比如说升降，通过意念呼吸把气提起来，然后随着身心的下沉放松沉下去，沉下去以后啊，要使整个脉络啊有所转动，因为八卦是指的八方之一啊，又开始酸转，酸转的时候两个手要合扣，把力量成圆，这是一个圆，肛一个圆，胸口一个圆，背一个圆，头上转个圆。那么两个手啊在膝盖，这个膝盖上方，转到极限以后啊，身体啊用以腰为轴，以腰为轴开始转动，对，两个脚不动，它是在这个方向，在这个基础上两个手收回，脚收回，脚收回，然后出脚收出来。那么这个过程啊，就是把这气啊通过带脉的运转以后查气到收上来，用意念下到两掌心，这个有一个收放自如的过程，这个时候一放出以后啊，意念开始放圆，感觉啊这个意念已经穿透了十万八千里啊。那么看到前面有松树，还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植物，那个清气非常旺盛，地气非常旺，收回，从收食指啊可以收回，有意念通过百会穴，通过食指收回，收回过程脚往回收转，那么转摇是一个藏的过程，过去叫做藏风闭气吧，把这个气啊收回，收藏于丹田，然后两个摇开始转动，这个过程啊，这个右手在左手的上侧，这个臂弯部，然后开始酸转，画一个圆出来，那么这个同时也画一个圆，这个两手放正以后啊，既不要伸直，也不要过于弯曲，保持适中适度，这个适中适度啊叫做似曲非曲，有一点余地，但是并不是很弯曲，同时这个肩一定要注意，不要皱肩，一定要松沉下去。那么需要注意点啊是看腿，这个两个腿啊保持重心在中间，不可向前也不可向后，这都是错误的动作，如何保持中气啊不动，身体放松，力量落在两腿之间，然后脚趾开始扣地，扣住地，摆正。那么这个也要训练30分钟，
三分钟以后啊，整个身体，尤其是腰部、后边脊椎这条线、啊、会发生内气啊串动的感觉。串动啊，都是个内气开始发生，跟那个树木一样，经过春天、啊、这么一个季节开始生发，那么内气开始从你后背啊开始传气，感觉非常热，非常暖和，也非常的轻松舒适。那么由此啊，这个手臂啊会感觉力量、啊、倍增。那么达到这种充实感觉以后，丹田也会发生鼓荡，感觉好像没吃饭一样，非常的充实。那个时候啊，有这种感觉了，开始酸转，由阳变成阴，所以顾名思义叫做阴阳收丹桩，收丹丹在这里，收住它。那个这个也是同样，那么尤其是这个劳宫穴、丹田、命门、印堂、百会几个穴位啊，会也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是通过你内气的运行产生一些变化。那么比如说这个印堂穴会出现光滑，非常大的光滑出现。比如百会穴有一种这个蒸汽啊向上引发又收回，会出现这种感觉。比如说这个劳宫有一种像磁铁一样在里边寒暄啊，在酸转，这是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啊有明显的感觉以后，经过了半个小时的训练开始收回，是吧，收回然后下沉。那么这个沉气的过程也就是收功的过程，收回。推前老，如何使这个推脚啊更灵活更有根基，那就训练推上的功夫，也就是说下巴的功夫就要训练。那么这个时候啊要慢慢起手，起手用阴阳来代表，起势吸气呼气，一个转一个圈，在这个情况下翻转吸气呼气，完以后啊手开始举起，引把腿引起来，形成独立之势，顾名思义筋肌独立。那么这个训练可以达到一个效果，使人的脉气啊能贯穿一脚，由通过脚的这个涌泉穴再循环到你手里劳宫穴，这个循环往复过程就是你达到返老还童的一个过程。那么通过几分钟的训练以后，自己啊感觉有点累，或者是有一些站不稳的感觉，可以慢慢放松。放松以后啊，再开始起手，用阴阳之势，阳和阴，吸气，呼气，然后再吸气，再呼气，转过以后，同时用收、周、减。把腿带起，像牵一根线一样带起来，形成独立之势。那么这个桩法、啊、有什么要求啊？腿一定要抬平，脚腕的内扣
手的肘部叫下垂，食指向上。那么这个下边的时候呢，一定要下塌，食指啊向前。这个过程啊要完整，不要间断，同时要加强意念，做意念观察。这意念非常遥远。那么通过20分钟或者是10分钟的训练，再下来。下来以后啊，这里边有一个这个导气的过程，我们传统的说法叫做导引，如何把这个气啊能够循环于地下，就从地气里边收回，在你身体里边运转，也就可多天地之灵气吧。那么这个过程就要放松，这样是我下塌收回，这个一定要蹲下，然后用这个百会穴，用头顶的百会穴开始引动整个身体向上引气，引气以后两个手开始放到腹部合抱，合抱以后开始分开，再下垂，这个时候呼气，这个身体起立的过程中要吸气，慢慢吸气，这个通过3次。好，这个过程啊就要到此结束。天下道教名山，也是武当功夫和道教功夫的发源地之一。那么来到武当山以后啊，首先在紫霄宫或者在很多庙宇里边可以看到有龙虎殿。那么龙虎就是武当山这个庙里边的一些守门神。那么这个功法啊，都取决于我们这种含义，叫做降龙伏虎。那么伏虎如何来伏？那么虎出山林呢，毕竟有虎啸之声，所以前面就有一个这个森林的鼓荡之势。比如说吸气，呼气。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要有一种这个威猛之势，形成这个伏虎状之势以后啊，这个手的前手好像抓着虎头一样，后手拉着虎尾，伏虎要降服它。那么这个时候啊，要求两个腿要岔开，裆部要圆，这个前腿啊要有后撑之力，后腿有前贯之力，形成一个矛盾之力。那么这个的装法对提高人的这个功力和这个积极能力非常有利。那么收啊，要求达到什么程度啊？这个肘部要弯曲，收好，不要明显的有抓的感觉，而只是用意念观察。这个时候啊，这个在丹田前部，那么前手呢，左手在膝盖的前方，头要正，有一种虎虎生威的这种气势。那么这个经过半个小时训练以后，再开始循环走，打开以后啊，又有一个迅猛之势啊，形成伏虎之状，这个可以调整一下力量。这个手仍然在膝盖前方，那么这会儿要求啊，牙关要咬紧，舌顶上颚，神光出去，有一种煞这个非常威猛的这种煞气。这会儿啊，就是要把这个天地灵气啊，形成这个后世山中之王这种气势收回。那么人都知道这个虎骨啊，可以强身健体，可以壮人的筋骨，通气血。
强健肾脏。那么通过腹部桩的训练，仍然可以达到强肌的作用，使你这个筋骨啊更加健康结实。那么通过训练以后啊，身体啊不同程度有抗击能力。比如哪一天有一种意外的打击力量，或者意外的这个力量攻击过来以后啊，你自己能抗住击打，是靠什么？腹部桩。因为前后推啊形成一个顽弓之力，形成矛盾的象征之力。但是这种要求啊，身体不能前俯，不能后仰，要下坠合住，就又加上意念啊，像这个降住一个老虎一样，虎非常凶猛，那么在我们的意念之中啊控制它，然后呼吸啊开始灌入丹田，通过丹田胸口到两臂，加深意念，完成整个训练的过程。那么最后收弓合起来，沉入丹田，也可以增加一个辅助动作，通气灌顶，再放松，恢复自然。降龙桩，那么龙有吞云吐雾之功能，有升降之技巧，那么在功法里边可以体现到它青龙显招的过程。起来以后可以向下探，探掌，这个左手代表青龙，右手代表白龙，那么形成二龙戏珠之势，收回再放出，
收回，再放出。那么这个收回放出的过程，就是说这个球二龙戏竹，这个竹啊是一种爆竹，它有一种天地之灵气。比如说我们把太阳作为爆竹，两条龙往来戏，游戏就是采纳，采纳它的精气。比如说月亮，晚上、月亮出来以后啊，向月亮开始采纳，一样达到采气的效果。那么内功啊，采气、阳气、练气和行气、步气，是我们整个训练的过程。那么今天先提到这个采气的过程，采纳了以后啊，这两个手啊要相合。过去有句话叫做“疏龙卧道”。握在道上面，然后啊，这个再腾开，张开，张开以后啊，手两个手掌开始发力，那么这个腿啊，这个脚要稍微有一种外摆之力，后脚蹬直，那么两个手啊，腾开以后啊，开始加合扣之力，扣，指头开始扣，那么头向后看，那么这个概念。叫做擒龙反手，龙回头了。那么这个动作做完了以后啊，你也可以再往回收回，这样手可以合抱。这里边啊有一个引气的过程，这个传统的术语啊叫做画龙点睛。怎么点睛非常重要，把气啊通过两个眼睛代表日月，通过天目来收回。收回以后啊，一年贯穿到代脉以后啊，开始撞循环到命门，因为命门为火啊，所以故称火代表火龙。那么三次以后啊，都增加一年向下循环到命门之处。三次搞完了以后啊，可以做一个相反的动作，那么既有阴又有阳。那么龙它有左右升腾之功，那么你可以通过做一个翻转。这个可以经过30分钟左右的时间训练，训练以后啊，一样收回，气势上报。又一个典型的过程，翻出来走。那么这个动作一共3次。完了以后啊，开始收神收气，沉入丹田，回到自然之势。那么这个功法起什么作用啊？动作非常舒展，好像用了一定的力度，主要目的在于这个收太阴经和收明胃经，组上的经络线疏通，上下疏通。那么腰为带脉，前后为任督二脉循环，进行凝包之势。那么头带回血引气，达到啊灸窍疏通这么一个特殊效果。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动作非常简单，好像只是有带个动作吧，不是那么简单。它真正的含义是疏通灸窍。如果一个人通过内功的训练，不能够啊开三关，比如说甲基关、胃的关、与真关，不能开三关的话，灸窍也打不开，内功是一句空话，不会达到精神饱满、气血畅通。那么这个功法最后啊，起到一种收胃的作用，它可以使这个三关灸窍在气内气充足的情况下来贯穿打通，真正起到配元阳春之效果。
安神义治宫又称道家卧龙宫或睡宫，为武当高道修炼内丹之秘传功法，故世人知之甚少。此功法内固精神，外事安详，调摄身心，安理肺腑，充分体现了道家深缘定自闲中得，玄用还从乐趣生之意境，对增强智力、安神养性具有独特之功效。道家卧龙宫过去啊也俗称为睡宫，它有一个调气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看手型，那么这时候它是提气，把气啊提到胸部，然后展开，像二龙出水一样，意念放远，然后阴阳合抱，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剑指引气，左右循环，那么下边是龙腾式，那么这个说的是阴冲气脉，可以这么讲，这个功法就是一个前奏，也是一个预备过程，它通过一些修行，一些这个肢体上的变化来达到放松、归元、引气、行气这过程。那么疏通经脉以后啊，就将进入这个睡宫姿态，也就是说卧龙式。那么这个功法啊，传自于道教著名的这个丹师陈潭老祖，那么一直在武当山、华山很多山上在流传。那么这个卧龙式啊，要求两气啊要尽量回首，两气啊尽量回首，那么上面的脚啊不能压住这个下面的脚，要错落分开，那么上面的手势啊要放在膝盖上，虎口打开，虎口做个手势，哎，虎口打开，然后放在膝盖上，那么这个头下放了个手，也要虎口打开，这个在后边耳后穴这个部位放平，那么头放在这个劳宫穴上，那么劳宫穴它的位置啊应该对在太阳穴上，在这个基础上开始调息，刚开始是自然呼吸，这呼吸要深沉，那么过后以后啊，这个自然呼吸达到正常，开始进入反呼吸，所以反呼吸那就是说吸气的时候啊，这个气开始这个腹部开始收，呼吸的时候啊腹部开始放松，那么这个过程啊要经过九次，经九次以后啊开始进入欠呼吸，那么现在的呼吸啊是通过丹田这个部位啊用意识来增加它的呼吸程度，那个时候啊要就慢慢的吸，那么从意识上感觉不是用鼻，不是用口在呼吸，而是用丹田、肚脐这个部位来呼吸，达到啊人与天地自然相合。那么道教啊，所谓的天人合一，也就是指这个道理。那么睡宫啊，这个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程度，可以两个小时、四个小时、六个小时。那么这个睡宫啊，这也就是说卧龙法，它起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可以保精，保人的精气啊，防止走漏，同时可以养神。通过长期的这个修炼和我们在各个地方讲学，还有一些老干部啊，一些中央和省的老干部一些体验，对心脏病、冠心病、这个神经衰弱、头疼，还有这个风湿病啊，都有特殊的效果。
那么最大特点啊，它是内阳，通过精神啊意识的修复，达到内阳作用，使这个肾经啊和生理结构和五脏六腑啊达到调整，形成这个阴阳平衡，也就是中医所讲的阴平阳秘。这个功法主要对于这个年老体弱多病之人效果更为明显。那么作为正常的生活，每个人都要休息，都要睡觉，这个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达到良好的这个恢复体力和恢复精力的这种作用。那么同时啊，这个功法经过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训练以后啊，不可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啊来接触它，而是它作为一种训练手段。你比如说训练了三个小时或者是五个小时，那么需要收工怎么办？那么要起身，要盘坐。那么盘坐的时候啊，这里边还有一个导养元气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可以看到两个手啊慢慢升起，这个时候是个捧气的过程。那么把气啊从这个百会穴灌入头部泥丸宫，通过泥丸宫走印堂、人中、天兔、九尾、潭中，回入丹田，然后静心三分钟。那么结束以后啊，要起身，要简单做一个活动啊，简单走一走步就结束了。那么有些人需要休息，可以在床上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作为一种这个气啊这个运行调节的一个过程，可以达到养生健身的作用。好，筑基壮筋功又名道家动功，通过调神炼精化气，达到内壮筋骨外固百骸之效果。其动作特点是入手筑基，身心两仪，气随行动流水穿滴，飞精走气，内外如一，百炼真刚，速如电掣，对强筋壮骨、积极防身具有奇特之效。筑基内壮功，道家功法讲究筑基之法，以采气、养气、保元、筑基、内丹修炼、养神除窍为训练过程。那么筑基功啊，是打下先天之根基，通过后天之运转完成修炼过程，身体自然站立，两手做抱气动作，现在叫阴气归元无气桩，开始做升降调气法，身体自然下沉，通过膝盖、腰部、腹部放松，然后带动上肢、肘部下松、两肩放松，做升降调气运动。现在是仙人指路。所谓仙人指路，是将纯阳之气通过两掌的运转来收回体内，达到筑基内元的效果。那么两手的运转，它可以牵动五脏六腑的内部调节，起到健身、通灵、开智，就开发智力啊这种效果。现在是运转乾坤法。那么运转乾坤也就指的左右阴阳开合动静，通过这种道教思想的辩证方法来调节体内之真气，为我们修真练性打下良好的基础。接下来是丹田鼓荡，那么将丹田之气收入，
那么从意念上要求将丹田前面的气啊能够与命门穴相交融，然后通过放松使丹田开始鼓荡，配合手势的变化完成这个鼓荡做过程。现在看到的是无龙盘柱，所谓无龙盘柱是通过一系列的运动耸肩转摇拧摇借垮，那么同时要求啊两脚不能够改变步行，在身体正直的情况下向左右盘旋。现在是搬运法，这个搬运法要求像这个长江大海一样滔滔不绝，又入风起云涌，前后连贯，上下贯穿。同时要增加意念，将自然之气啊通过收推摇的变化收入体内。现在看到的是鹤形功，这种功法训练方法对老年人体弱多病未老先衰都有良好的作用，可以使你的筋骨啊能够灵活自然强健。那么整个过程要做的连贯，同时配合呼吸，一升一降，一呼一吸。现在看到的是阴阳采气法。那么道教的功法在整个养气练气行气采气布气过程中来改善身体内部的结构，达到养元保真强健身体开发智力提高功力这种效果。这个采气过程啊要求意识要放远，后边是飞鹤行空，飞鹤行空这种动作是通过体内的真气在两手的运转过程中能够引发于泥丸宫，然后沉入海底涌泉穴，最后达到平衡阴阳。现在是伏地阳田法。这种功法要求上下分明，两掌托天，食指用力向下抓回，然后在两肋开始分开，腰部自然弯曲，两手合抱，将太阴之气收入丹田。那么这套功法是供青少年训练，它是一套硬功功法。那么通过训练以后啊，它可以达到胸背肋部啊不怕击打，减少伤害。那么这个功法起到一种叫做内壮作用，使内脏能够强壮。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两个手啊已经慢慢在起来，这个时候啊一定要用力吸气，那么拉回以后啊要闭气，然后放松。再起手吸气闭气，开始用力抓住，力量越大越好，把全身之力啊鼓荡出来。好，然后放松。那么经过三次啊，他这个行气运气过程啊基本都可以完成。
这个时候要求啊神清气爽，精神要充足，精神要饱满。那么这个过程啊是内气运转的过程，它可以增强两肋的抗击能力，同时也是治疗风湿病、腰疼、腿疼、关节炎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功法。这个功法要求外松内紧，外紧内松，形成这种阴阳辩证之关系。那么卧虎功啊，重点体现在意识和指力上，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像卧虎一样。好，开始。那么要增强，通过内力贯穿啊，把力量通过丹田、腹背啊运到手上，可以做两次卧虎贯穿作用。好，开始调指，看三个指、四指。好，走。好，两指。好，做一个。好，起来。然后开始静默，不动。调呼吸，呼吸九次。那么九次以后啊，这个基本上可以收工，前腿可以慢慢往前行，自然站立，捧气灌顶。放松，然后前后击打，两手前后击打，做收工动作，用力，再用力，逐步加力，加到最大力为止。好，可以停止，然后抹抹面。这个过去在养生法里边叫做干洗脸。那么到后边可以鸣天鼓，打这个敲打风府穴，而后风府穴，后边再往后走，对，用点力。然后慢慢的行走，可以收工。尽可能的要放松，使身体啊恢复原态。养精明目功是通过早晚打坐，采日月之精华，吸天地之灵气，调和五脏，布气润肤，达到养精明目开窍之功效。修炼此功讲究环境幽静，视野开阔，身心如一，吐纳深沉。每当旭日东升，便有仙人指路，紫气东来。那么出家道人在太阳冉冉升起之时，一般都要打坐采光练气，达到明目开窍之效果。那么环境一定要清静优雅，在初期打坐一定要心静收心，使整个身体能够放松，然后两手慢慢抬起，面向太阳，开始用意念从劳宫穴收回
东方之气，然后灌入丹田。两手升起，从头顶百会穴灌气入丹田。那么剑指踩气，一定用意念从两指收回，这里边手型有所变化，其中三个手指是寒去，两个手指指向太阳，把东方紫微之气收入丹田，完成一个采气的过程。同时为了增加采气的效果，可以用剑指在两手之间通过劳宫穴来体验这种气的感应。那么两手劳宫穴有明显的感觉以后，开始引气，通过食指，然后通过劳宫穴将东方之气采入丹田。那么这个运行过程要通过手指劳宫，然后收入印堂穴，慢慢归入丹田。这是一个内气循环过程。稍微静默一分钟。现在开始内视，用意念从泥丸宫、印堂穴、百会穴、太阳穴慢慢贯穿，经过天突、九尾灌入丹田。现在又是剑指采气，俗称仙人指路。这个过程一定要放松，意念神沉，阴阳交化。那么剑指的高度要与两眼平，开始画圆采气。那么指向的方向是太阳升起的方向，两手解气，采纳归入两眼之中，慢慢贯穿沉入丹田。两手继续采气，收目入百会穴、印堂穴，转入丹田。整个过程要连贯、自然、轻松、柔和。现在是阴阳重叠采气法。通过两个手掌的运转，达到阴阳调和，将东方之气慢慢采入丹田，在体内循环。在采气的过程中，整个身体要保持正直，放松，两手采气的过程中，意念要随肢体的运动而做相应的收与放，将东方之情气、紫微之气收入体内，循环于七经八脉之中，先从任脉、督脉开始去运行，经过若干次以后，开始用仙人指路剑指采气法
慢慢将气采回，用剑指指灵气灵感，正对印堂穴，同时夹意念在两目之中开始循环。这个采气法有特殊的效果，这个剑指啊是道家，尤其道教啊丹氏修炼的一种特殊手型，也是一种剑诀，它有一种特殊的效果，就是如开关一样，可以将气啊收入和放出。那么放出的是浊气，那么采进的是清气真气。对养生之道，财气归元具有良好的作用，不可小看。现在仍然是内气贯穿之时，在灌气过程中要增加意念，如春光明媚，这个春雨沐浴一样，慢慢从头部贯穿到胸腔、腹部，现在是采气内转法，通过内气的采炼和外气能够直接交融，也就所谓外气内收。慢慢收工，捧气灌顶，用合抱之力将气采回，丹田运转鼓荡，剑指指向劳宫穴，做拉气运拉气动作。此时手上有所感觉，然后用手诀指向两目中间，在印堂穴两侧，现在开始在太阳穴做逆时针旋转，点按太阳穴，这个次数可分七次九次，阳气过重之人以七次为好，阳气不足之人旋转九次。这种点按动作要求适中有度，开始慢慢敲击印堂穴，达到开天目之效果。开始鸣天鼓，通灵开悟，人是万物之灵，那么大自然灵气汇集之处，不妨有日月星辰，通过鸣天鼓达到开化悟性、增加灵气之效果。两手合抱于丹田之中，开始旋转，这个旋转要求正转，也就是说逆顺时针旋转36圈，还有逆转，也就是反方向旋转24圈，然后丹田开始鼓荡，
完成迎气归元练功过程。开始阴阳交合，用采集的阴阳之气在劳宫穴左右交错。然后通过肾脏两手的揉转，达到保精养元之效果，与财气明目合为一体。铁三十，这个不是干喇叭，不是干喇叭，我们这录音，没干喇叭，我们这录音。两手正反旋转，搓热为止。然后做两手拍打运动，这个过程啊是开通任督二脉一个开合过程，是这个整个身体的经络得到一种震动，然后内气贯穿，不可等闲视之。双手剑诀，双向采气。为什么要双手剑诀同时采气？也就是所谓阴阳相合之意，达到阴平阳密。左手为阳，右手为阴，那么阴阳气整个过程里的调和，就是身体啊可以恢复健康，使这个自己的精神呢更加饱满，达到养身益智长寿之良效。开始震丹田，用两手自然合抱之力，使丹田之气开始震动生发，达到运行于四肢百合这种运行过程。双手托塔，此时两肩要放松，肘部下沉松垂，双掌开始采气，通过采气达到人与自然相合，也就是天人合一之功效。大自然啊有无穷的能量，通过采气练气行气布气而调节神经生理，使整个身体啊能够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也就是良性循环变化。同时起到一个健身明目开发智力消除疾病这么一种修炼方式。两手托天，慢慢下降，合抱于丹田，整个动作连贯自然轻松随和。开始调节带脉，在中医里边有七经八脉之说，其中带脉是增强人体活力和体力的主要一个修炼过程。那么带脉能通，摇推筋骨自然可以健壮。
双手托天，达到才天地之灵气之效果。现在开始做三才诀。所谓三才，也就是道教所谓的天地人三才三元相会之一。通过自己的一些这个修炼和形成，而调节心脏、脾脏、肝脏，也就是五脏六腑的功能。那么肝开一目，那么肝脏的这个功能的正常和健康，导致两目啊能够明亮，增加明目效果。然后用劳宫穴揉按两眼，放松静守，用意念守住玄关一窍。所谓玄关，也就是所谓的印堂穴。武当秘传太极拳为武当派开创祖师张三丰所编创，他取法实却相斗之势，又结合道家的阴阳之理，以柔克刚，以静制动，后发制人。动作讲究阴柔绵软脆巧，柔中遇刚，是强身长功、自我取趣、进体增寿的内家功法。演练时，掌、拳、脚、腿、肩、肘、腹头并用，皆以柔怀建筑，练柔成刚。闪展腾挪，缓急相间，飞身纵腿，起伏穿插，盘根绕环，借合吐纳蓄放，意境运神，具有相当珍贵的研究学用价值。
当秘传太乙逍遥掌，系武当开山祖师张三丰所创。整个行拳过程开合动静，刚柔相济，讲究自然洒脱，逍遥自在，体现了庄子逍遥游之精髓。长期修炼此功法，可使人养真保元，心灵手巧，筋骨强健。Thank you.